你啊大龙这其实真个是安尼。好嘞。十块哦，这一块我八十块了哦。十块啊，八百，内底每一条龙底起司，等于这内底十块加起十块的起司哦。一包卖五百，卖四啊，五拢免四百，怎么吃啊？来四百。我这包要十个四百咯，有五百。来五包。有人要吃哦，四百块。五包。吃好嘛，吃好嘛，这包多好吃啊，四百。来后边一个。后边一个。来四百。三个。要一千嘛，四百。够了没有？四百块。哎，四百啊。四百。拢有啊。有咧，其他够有无？有啊，四百。这多要一包啊，四百。要一包了。对啊，有啊，四包啊，十几块钱啊，四包啊，四包十包，四包空，四包，来啊，两位，唔好买贵，两百数啊，没有啦，四只啊，几只猪排啊，最后两个两百啊，包几包？几包？超钱，最后这包两百上面也无啊，还超钱啊？好好好，没有了，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包你几千个嘛？几千个嘛？十八十的，姐你想包几包？别钱，好好好，拢出来哦，包你五百哦，啊，这你搞我做咩啊？没有，一只小笼包。你这，你这拿咩来咯？好，我来就创好便宜，这一包十块，这个，这等下你甲珍姐加拢，这一个六十、十块、六百，卖六百，六百好哩咯。哎，两百啊！这个两百，这包够十年没有了，最后一个，这个创好便宜，两百块，其他拢无啊。哎，两百。你买咩两百？十块钱啊？然后无你买咩贵？一百四千，一百块。一百块钱啊 ？OK。过两个一百的无？过好两百。哎，六皮啊！皮啊！哎，六皮啊！我等一下帮你装个旗啊，这边还有。帅哥，大车还没修呢。上面讲小笼包哎，小笼汤包。啊，这就一包二十了，这下到一个那个馍啊，你那个馍啊，顶管在吹锅了，在吹十了，正常。这个好吃哦。一包卖三百，一包卖五百，你讲小笼包先给钱，两百来。两百。两百。你两搞买两百，一包都赚，一包好几个啦，两百了啦。哎，两百。我那边讲汤包了，两百块，汤包。两包，老妹来无？两包。哎，两包。来，你买两包，一百块七条，好不好？老妹要一百来无？四千。七千。太紧啦。七千，好不好？试试看看，没有关系，一百。一百块要七千无？一百。拢有啊吗？都有了吗？后来是你妈收的。谢谢。来包掉。来姐，你这个可以。哎，稍微放翻起来，我俾。啊，这退兵，这龙门柱啊，这等下退兵搞到到边白船啦，无交钱好吃啊。要吃卖五百，需要我们爱吃的三百，好我了。来三百，我这包个上面新给钱，这包过你都没有了，三百块上面去了。行了，行了，好了，大嘞，这又来啊。这包过来，三百。好啊，好你去啊。来啊。小王哦，大王的，真的没有，大王的真的没有，开始开始，来。应该我们讲北青，要讲干贝哦。北青哦，我来讲这台，我这龙门台啊，台湾来讲，按钱问收了用真的甲吹，安尼讲真的，就是安尼的。爱吃卖五百四啊，五三百三的做。OK， 没问题。啊？这吃的太好了，吃。大沙包来哦。三百啊。左边。我连听哦。沙包，要吃北青哦。沙包。哎，恁怎个啦？要买鸡腿哦，全部拢我哩三百块拢去啊，熟个啊，恁怎个用我小娘啊？像你十二买买啦，三百块啦，全熟个啦。哎，三百。无用我小娘。小娘熟个啊，无用真个俩，真个微波烤箱拢会使只熟个啊。钱钱我无呢，钱我今日今日够煞钱个。那你讲，若要食白手啊，无三百几个。哎，三百。白手嘛。伊只大路，你若要食六片黑芝啊，讲真真真也是个贵，贵死拢去啊。一个四叠三千块，四片三千了。哎，四叠三千。来三百哦，来三百啊，来收一个。几个三百块？一个啊，无问题，我包起来，把我们包起来。我处理了。好好好，那再三百，赶紧收一个。多少钱 ？OK， 来。好几个啊，大家。来三百。两个。哦，每次我收两个。哦，我收一个。哎，啊，恁今日我不料上两收出去，看恁要吃不料上无？是我这卖掉，你甲火料涨起。好好好。来，恁白青上面吃。啊，收两个哦，三百了，三百。哎，三百一个啊。恁两个要吃啥？我讲哦，吃这货啊。哎，两个鞋啊。要吃货啊。恁上面迄个上面龙鞋啊，迄种有上面霸王面包蟹，迄种有啊，大有啊。那叫做送你啊，送到你啊。三百，哎，你搞两要吃套丢甲飞机的无？哎，来哦，来我套丢飞机好哦，这人家要吃套丢飞机哦。来，我来讲，我再过你，几个？三百两个。来，你几个？好，两个。我再过你啊，再过你啊，再过你。再买咩啊？好，钱再过来。我给我一个啊。三百了，好了，要不要一个啊？三百再过你。三百。再过你，三百要来无？我一个啊。多少钱不？
上台就出手了，应该是这边啊，哎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八楼啦，五 G 的，五 G 是往高的，啊，无啦，今年我未卖啦，靠呀，你来这无卖，无啦，找你来就过年，三斤半，阮公司上大包就一包啊，规包拢了的啦，我来讲哦，现场敢若四个人在买着了，拢无啊，四个价钱了啊，钱价啊，过来啊，这一只三斤半鱼翅包的，一只外口破八百啊。专包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六个新给钱，五百来。来五百。鱼翅包鱼，包外婆的两只包料总结，我来讲，注意听，真正无，我无安排了。再过来，再过来，再过来，三个人给专包无啊，七斤哦，五百了。来五百一个啊。最后两个上面只有五百。五百来两个啊。哎，无啊。他到几了？谢谢。我记得那鱼腥了。好嘞，两个谢谢。再放下，好吧。OK。来，啊，准备来不？五百块，真好。没问题，八折多了。哎，五百块，没来不？五百块。五百啊！鱼翅包也分外不太强。来，四个人给无买，进来，一样五楼。来，两百五啊！小家庭的，小家庭的，一样五。哎，一样五。小家庭的，一样五，本来是要贵两百五。一样五。哎，一样五。拢有啊吗？过来，你小心点。边那边无。到等下先。牛肉水饺上面啊。来，我给你摸。来，姐，你我去叫，该你摸水饺。我先给你泡牛肉水饺去。哦，你上面这样泡不起个。这包牛肉水饺内底有四只料，而且是何家乡东北牛肉水饺。哦，大。做名嘛，做好食。这段时间我夜早一个月，大家人过来就五包十包，你叫一包。牛肉水饺一包四十粒卖三包，两包八十粒卖五百，先给钱两百。对啦。然后咱们讲牛肉水饺的嘛，牛肉水饺两百块了。哎，两百啊！牛肉水饺两百。是哦。不，咱们讲牛肉水饺不？一包超好吃哦。一包超好吃啊，两包。一包了。来一百啊！无买买一包，等我三块买，蒸块买，煮块买，食块买，一百块了。一百块。好。再买一包无？食块买。有啊吗？他们，馅饼啊，馅饼皮啊，水饺一包，馅饼皮啊，以前都要包过，上面这一包，三包了，以前古巴水饺，以前被给来我花了，你看，你这收债啊，以前馅饼被三包呀，以前馅饼装一点，这真正这一包十八点嘛。两包三包五百块的行情，三包了。来呀，三包，三包啊！我们在现品嘛。三包啊！哇，四包啊！你搞了，买票过四个人，给你情况嘛，我出包了。来一百啊！有没情况嘛？一百块。哎，一包。一包了，有点牛肉的现品，好吃。好吃哦。有吗？都有了吗？这个区别，上面讲回去。来，超紧张，别弄别。三千块了。来三千啊！糖果，糖果，糖果啊！再补啊！卖完了。炖韭菜啊！阿姐，我咧甲你讲哦，我这块乌鱼翅每一块拢人面以上。我这块乌鱼翅啊是野生翅。我这块乌鱼翅你若当会查咧，唔是野生翅，这块若卖你一千块，我退你一万块。今仔你要食野生的乌鱼翅，新客钱的人客，我想要给你三千块，好无？三千块。来三千啊！三千了。野生乌鱼翅无三千块，啊，这你甲看哦，有个人讲啊，这色皮哪无共，我讲我这是退冰的。这全部拢是冷冻，下骹种冷冻，拢去冷冻过去做啊，零下二十度过去做啊。你若你这退冰了就是啥咧？退冰的哦，来，我跟你讲，
今仔日你要食外资的人家，我讲真的，你茫站全台湾去，你拢查会到。即摆手机啊，人人一支嘛。你即摆手机啊，随便拍落，啊无你搞浪费无。今日即摆，大家人手机啊加悬，若无你搞浪费，我当日就变让你浪费。你即摆甲拍人，你有野心只甲拍落，我有一块低于1000块无？你即摆拍，我看了了啊。我无看了了，我敢直接甲你讲这个代志嘛。咁是安尼讲，后千三，后千六，后千八，后摆一模一样人，人你有野心的，我来讲，我一块够你啦吼，一块够你。即个个，其实我讲真正哦，乌字唔免比啦，乌字足深的啦。哦，你唔免问，啊，你就听我讲啦，你就相信我，我来教你办事，你相信我。3000块有人要吃无？3000，3000啊！我刚才只啊个你啦，吼，只啊个你，你就买袂着啊。来，3000块有人要吃？3000块啦。哎，啊，收者。只要当下退兵的，若无像我咧，遮水遮金，你就给他退钱。啊，你有买的，我感谢，听我讲，只要你一个月以内要吃了，麻烦你当下。我叫你先三千块，一个月啊！你要吃了，麻烦你平日恁家下骹落。你若像阮这一届交了50000块，我一定拢下伫恁档个。哦，所以你若平要一个月后较吃，麻烦你一定要平恁档。恁档啊，你若一个月若要吃，麻烦下骹落啊。来，接下过你，注意听哦，我都着讲过啊。恁即摆会当摕手机啊，加 Google 月亮野生位置，看有人沙地有在条买着3000块无？我凭安尼，我着比别人较上。欧资你免比个，你足深的啦，足深的比袂了。还有南位置啊。哎，南美子客团，你敢看？你俗较靠遐位啦，好无？卖币啦，吼！啊，我来讲，你若甲我买3000的吼，我一地过你四地，我平安咧卖你3000，你就免阁考虑啊！安尼3000哦，安尼就比我俗足济哦，只下过来，只下过你，我来讲四个客钱，来3000哦，来3000一个哦，提袋去啦，在遮有，哦，你用好来哦，来，来这提袋落来夹，你要送礼也好，要家己吃嘛好啊，拢会动啊，我提袋落来你夹夹一盒一个，好，南美也无3000，哎，3000。3000啊！3000块要吃无？3000。给阮大哥，够了没有？3000块。3000啊！恁冰起来过年享受啦，阿姐，我无甲恁骗了，今年小弟啊，这我唔敢讲啊。